会亲爱的亲们好，我是润子。今天的话，润子要给你们分享美物喽。因为上一段时间的话，好多姐姐都说，哎呀，润子好想要一些戒指。然后这次的话，终于它来了。但这些戒指的话，上次我有去镶过，然后没有给大家看总体的效果。然后今天的话，就给你们分享一下镶完出来的蛋面到底有多漂亮啦！当当当当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亲们。这一盘的话是当时2000块钱拍的，然后的话拿回来镶成这样的小戒指，非常的漂亮，不灵不灵的，总体是非常好的。因为像这样一盘的话，2000块钱，我觉得还是性价比是挺高的，毕竟它有24颗，这里有24个蛋面，2000块钱，你们算一下，2000块钱除以24块钱一个，200块钱。小几百块钱，然后这边的话真的就是有一点点的那种飘忽啊，但是也不影响它的美观。如果是说打200多块钱一颗的话，但是也不过分。如果是说按220打一颗的话，但是我的镶嵌费也要一点点钱。其实的话，有时候会卖到280左右，但是也不是很过。280左右的话，就是还有你要自己出运费。因为像这个单面的话，我就赚了个服务费而已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也可以来找润子。蛋面的话真的不要着急，像这些蛋面的话，它都是一些，再给你们进行看一下，这些的话全都是润子自己拿去镶成一些银饰的啊。上面这些的话都是比较漂亮的，这个是小花款，然后的话这些蛋面的话都是润子自己淘的，然后种水的话都是非常漂亮，有一些是天空蓝的感觉，看到没有，种水肯定非常美。像这些的话就是颜色稍微有点带绿啊，因为这一批货的话是当时找那个缅甸大哥买的，然后也比较划算嘛，当时买的时候是2000块钱，然后镶出来这么多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